马上放暑假了，孩子想吃鸡翅别出去买了，外面太热了，我教您在家做，自己做的干净又卫生。首先鸡翅一分为二方便入味，碗中加姜末、蒜末、葱花，用热油激发出香味，再加生抽、蚝油给它搅拌均匀，淋在切好的鸡翅上，抓拌均匀腌制20分钟，然后打入一个鸡蛋，放一包炸啥都好吃的酥肉粉，继续抓拌均匀，让每一块都均匀地裹上面粉，油温六成热，一个一个下锅炸。每天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，你就翻翻我的视频，里面全是好吃的，中小火炸个5-6分钟就可以出锅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赶紧放下你的手机，给孩子们做起来吧。